啥呀东西啊？嗯？啥呀？好东西。是你这书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不是。书包。不是。给你买的东西。给你买的，给你买的，我买的，嗯，又一次骗我骗我，这剪子，你看我看看，我说你大哥就骗我吧，我说一次次骗我嘛，还给我买的，这怎么，哎呀妈，这多大呀，不是那样的呀，嗯，好看这是啥玩意？是，这叫什么球来着？乒乓球那玩意儿呢？妈妈，你是不是？原来挺粗的，说。就一个。并且逐渐由江苏。灭蚊器。向福建安徽。灭蚊器。我说乒乓球那玩意儿，打乒乓球。乒乓球才不是这样。灭蚊器怎么灭？我看看。然后说明呢？波动。摁开关儿，摁这个。你别瞎摁，呜呜响了啊，飞了。到时候我回去跑了。这柜子烧了，就是没动啊。找个苍蝇。这个大苍蝇挺大的。你看这大苍蝇。你看咱哪嘎有？哎，今天你要买这玩意儿，那苍蝇都吓跑了没有？现在俩草药没用了。没有了。每天不挺多的吗？啊？每天不有吗？每天可不有咋的？今天咋没有了呢？要不那也没用。啊？那真事儿了，这屋也没有了。下的老早的，做准备了，好好的。嘉欣，嗯，你那玩意儿不说你刷，你咋没刷呢？啊？对，摁着它打那什么？跑了。对，摁住之后，完了往身顶上，往身苍蝇身顶上拍。摁住它就没有。啊，对。是吧？你我还以为是那个拍呢。嘉欣，赶紧赶紧刷碗去。是。刷碗小伙子。我以为是个那个羽毛球拍呢。不是落就打他。我看看。你这多少苍蝇？这有苍蝇能照着面就电死了。嗯。哪有等着的？嗯呐。忍着的。对。